旅游第三天，现在和两个朋我友觉得，David 下和次可 Charles 以去看去看，钓鱼。看着谁要，看着谁会要，刚是才吧？停好车之后，David 发现钓鱼包没拿，他又开车回去拿了。因为是他们两个昨天踩的点，他们知道怎样走，所以 David 一会他自己过来。昨天有点那很下好啊，雨，把这鱼吃了。也没去钓鱼。我睡了一觉，他们两个去踩点，看了好几个点，最后选了这个点，所以我就跟着潮水走就是了。看到海了，到海边了。来，从这里上去。哎呀，怎么没东西好吃？从这个地方下去，大概有七八十米，比较陡。没事，我去拉绳子是吗？拿这两个什么？让他绑一下吧。这个一直溜下去，没有什么危险。不是很陡，那你把太喜欢绳子溜上了。我的妈的，就是绑不绑都无所谓，就是也没手续。嘿嘿嘿嘿嘿。踩在这个树枝上面去了。这个石头是自己掉下来的啊，这里掉下来的，要从这那边过去是吧？你没上来过的，哇塞！你这天这会儿，在这里直接下去啊？没有，只有在这里下去，那边不行。妈的，真被激动啊！对，没有，这个草很滑。小心点！我操！别把我那个给推下去了。海华的草啊！哎呀！我操！这个蜘蛛网他妈好大条！我操！累得我都紧张了啊！没有，没有，我又退回来，我操！那个桶上嘛，对，没看到，好大条一个蜘蛛网，以后没人，那那边吵不动了。那这个蜘蛛网是鱼线的吗？哎，不下雨。
那是松露。哎呀，终于来到了。那都过不去了，对。把周围的鱼钓上来也不少了。啊，对，好钓啊，这个。有龙虾，对。刚才在那边钓的时候还咬过几口，像是死狗公。啊，啊，对对对，还可以啊。就是上来的有草那个地方，踩的草有点滑，嗯。哈哈，两条河豚。他们两个比较喜欢钓 bream， 但这里好像没有，一口都没咬过，好奇怪。我觉得还是时间可能不是很对。这里有一条。还就是吃的好轻，可能是给他偷吃了什么？哎呀！那你扔到这里来。噔噔噔噔，吃了好轻啊！没，他都没用力咬啊！哎，有咬了，哎，勾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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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很重手。哎哎，哇！
哇，很猛啊！钻到石头缝里去了，坚持一回，它就出来了。哎，啊，出来出来，哎，出来，哎，原来掉了这个，四个金鱼，所以它吃得很深。它咬得很重手的。他这里噔噔噔，不，金鱼还没金鱼啊，好深啊，起码有4米的水，嗯，好深，哎呀，给他吃掉。这里还有一个，我先把这个弄下。哎呀，摸不到它了。你来，这里，你在这里啊，抓不到了。你一扔给他们，他就跑了。哎，把它挑起来，对。把它踢上来，就是底兜底兜底一勾，这就上来了。哇塞！你那个钩有多大呀？啊？啊，对。那个不过也很难抓得到的。
我的钩子得比较大，我的钩比较肥，我一般20-30K 都拉不及的，这个钩。对，你说这样，好了好了。今天忘了带抓螃蟹的工具，所以小螃蟹也不好抓。把腿剪短一点吧。有5米深，那这个是好深。这个一定是经济来的，这个。如果水狗公它不是这样的，但是它吃的很深的。够了地球了 David。 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对，一剪开就很快给人掉掉了。哎，好像有咬啊！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钩脚了。哇塞！哎，哇！哎，这条小青鱼。今天三个人钓了三条青鱼。那个布拉黑的是干嘛了？布拉黑啊？没有啊，布拉黑没杀，然后他就装回去就刷吧。收拾东西准备走。好了，今天任务完成了，又钓了有4个小时。鱼钓完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见。